大家好，今天阿青来到怡宝吃瓦煲鸡饭哦。这家瓦煲鸡饭不挂招牌，在怡宝有32年了。鸡饭滋味厚重，用鸡汤做底，很有特色。听老板说，很多顾客都慕名而来。你们这边为什么没有招牌啊？哦，一直以来都是没有放招牌的，可是已经有这么多人顾客，根本不用放了。根本不用放。他们也已经知道了这个地方了。习惯了。是顾客外地客多还是本地客多呀？差不多是一半半。一半一半啊。很多人客是介绍了。开了多少年了？32年这边。我是想问一下，为什么用鸡汤啊？他们都用清水，你用鸡汤的哦。因为鸡汤是比较入味咯。比较入味啦。你本身都是那个鸡饭的。煮那个鸡饭都是要那个味道的嘛，对对对，是了，没办法了，所以就用鸡汤，所以我们尽量做最好的咯。原来用鸡汤是让鸡饭比较入味，走，我们现在就去看一看。这边就是做鸡饭了，它的米，这个鸡肉，这个是一人份的还是两人份的？两人的，两人的。两人的。啊。肉还蛮多，还是用炭来熬的哦。鸡肉放下去还要多等5分钟才会熟。熟了是吗？还没有，还没有，要等到5分钟。这个是几人份啊？两个人的。这个是鸡汤吧？哦，鸡汤。这个一个人吃的。哦，这一人吃的。那一人吃的多少钱啊？10块。10块。两人吃的18块。哦，两人吃18块。嗯。他们桌子吃的也是在这里地方，都是在这里的。看到打包也蛮多的。那这里还有吗？如果它上面的炉是不够用的话，下面还有炉。29个炉。煮好的就会放这，等一下直接出了，因为人蛮多的，你看。
汤瓦煲里面有放酱汁、香油、葱、咸鱼、花雕。一般做到几点啊？九点，现在。九点，四点多有的吃了。休息时间呢？星期四。星期四休息。啊。鸡肉跟腊肠。一般上几锅鸡汤哦？这么大锅的？一个。就一锅？有些不够了，掺一点点。哦，不够了。这边是烫菜的地方。洗碗烫菜的地方。烫菜的包。这个是豆芽。烫菜的包。放一点油。其实烫菜很容易的，因为一烫就好了。这个是打包的，打包。哎呀！啊，你一个人干煮嘢啦，真系。系啊。是啊。他们的菜呢是8块钱一碟，放一点香油、生抽、胡椒粉，后来菜。美女们，酱出来了。Yeah。我叫了两人份，一碟豆芽，现在去尝一尝。人挺多的，原来他们还有卤鸡脚哦，一碟鸡脚也是8块钱。这一盘芽菜呢是6块钱，还蛮肥嫩的哦。它有放胡椒粉啊，还有葱哦。我们试一下，这芽菜呢蛮清脆的。这豆芽吃起来挺清脆的，但是要配着酱汁吃会更入味。这个是两人份的瓦煲鸡饭，它有腊肠、咸鱼，还有就是鸡肉哦，葱，你看它的咸鱼还看得到的哦，这咸鱼是炸过的，来，还有这个腊肠，来我们搅拌一下啊。嗯，蛮香的。它的饭呢颗粒分明，不会黏黏的，出来的时候有一股酒香味哦，就是花雕香味。来试一下，它的饭呢颗粒分明，吃起来很香糯。试一下鸡肉，
这鸡肉香嫩，腌制入味，很不错。这瓦煲鸡饭呢，咸香入味，鸡肉鲜嫩，酒香味浓郁，搭配着美味的腊肠和咸鱼，越吃越香。好了，今天阿金就介绍到这，下期再见。